干嘛呢，师妹？没干什么呀。师妹，离比武还有一段时间，不如陪我练习练习，温习一下剑法如何？好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不知师兄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我们自创的一套双人剑法。当然记得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。 这是要下雨了吗？应该是，找个地方避避雨吧。嗯。